看好陈慧琳音乐会将于本周六晚在香港举行。今天开练就是音乐会的彩排，与舞群排练她的新歌毫不保留。首歌开始排的时候会比较辛苦，因为里面有比较比较需要体力的动作，但是后来我觉得好像太男性化了，那要求排舞师把它改掉，比较女性化，比较自由一点的那种跳法，我觉得比较更适合我。那现在跳这首歌我觉得很得心应手，就是很随性的。为了配合新歌毫无保留，凯琳的造型师为她设计了一款非常特别的着装，泳衣新穿。然后她就说可以穿游泳衣，然后下面的就穿牛仔裤啊，那搭配起来会比较有一个新鲜的方法。那所以在 MV 里面呢，还有在舞台上，当我唱毫无保留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会用这个穿衣服的新的方法。由于音乐会基本以快歌为主，令他体力透支很大，但凯琳相信可以应付得来。当天还请来一般乐坛新人做嘉宾，包括刘浩龙、林苑及侧田等。因为音乐会举行时是供世界杯的赛事，所以当晚音乐会准备8点开始，希望歌迷看完音乐会后还可以赶得及看球赛。